大的贾志达教授，新北是由淡江温伯昌教授，中央大学在桃园站是由周庆齐教授，那新竹车站是清华大学傅立义教授，竹南车站是由清华大学林志明教授，那新乌日呢是勤力科大徐正教授，那二水车站也是在彰化，就是我们全民科学村的创始啊冯连辉教授，他也在现场啊。那水里车站是积极线接轨到二水，是由彰化师大石玉台教授。那我们斗南车站就是云林由湖北科大吴天全教授。嘉义车站是嘉义大学林景义教授。台南车站是由成功大学罗光耀教授。新左营是由中山大学郭启东教授。台东跟关山车站是由林志芬教授。那玉里关湖是林静文教授，还有寿丰是由东华大学杨佑坚教授，杨佑坚教授也在现场啊。那宜兰大学是，宜兰是由宜兰大学陈辉煌教授。那基隆车站是由我们海科馆陈立书主任，陈立书主任也在现场。那澎湖